之名，百里马蹄。他是刀刃向内的打散型，对于执法者来讲，他必须面对自己的过去，不忘初心，这是一个缓慢进步的过程。检察官是有感情的，就像法律是有温度一样。我首先把他演成一个正常的人。看到这些默默无闻的检察官，对他们会有肃然起敬的感觉。你只有用心的去塑造。面对警察，您将会奉献出您的情感，奉献出您的灵魂。我们还没有开机，好多主创提前来到剧组，大家进行了几天的围读。那个时候他就说，你们可以各抒己见。这个拍摄季节，我其实是想跟每一个演员都强调一下，他的温差变化非常强烈。这是我们最高点，是中心拍片以来找到的最大力度。这场戏我觉得写得不过瘾。平时的腿太伸，每一句话字斟句酌都行，姿势一大，他必须要有一个最大的一个肉才好看。我全世界你聊啥？这个过程慢慢的演，悲伤要出来，不是。但是我还是希望有一个大家善于而归的，因为它是群像戏，不管喜庆喜剧都有各自的表达。恭喜蒋欣上厅，恭喜张译上厅。